级数学单元八小数，读出和写出三位小数。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一千个小正方格，每格写成的小数是0.001，读作0.001。黄色的部分占了55格，写成的小数是，同学们写成的小数是什么呢？它有3个0，我们看一下1000个小格，它有3个0，所以我们后面小数点的后面必须要有3个位，所以应该是0.055，读作0.055。这个就是它的答案。接下去，这里有2000个小方格，红色的部分1623格，1000是整数，所以它的小数我们必须写1.623。1000这里是整数，所以我们一是要放在小数点的前面。这里有623格是。它们不是整数，所以我们就点623，读作1.623。白色的部分的小数有多少呢？所以是0点，这里有100, 200, 300, 300, 10, 20, 30, 40, 50, 60, 70, 71, 2, 3, 4, 5, 6, 7，答案是77，读作0.377。同学们学会了吗？接下去我们来看分数和三位小数的互化。分母为1000的分数写成小数时，如果分子是一位数，就得在小数点和该数字之间加2个0。如果分子是2位数，就得在小数点和该数字之间加1个0，加1个0使它们变成三位小数。比如说我们来看，分数是1000分之1，我们的小数就要在小数点和该数字之间加2个0，对吗？接下去，如果分子是2位数，就得在小数点和该位数之间加1个0，看到了吗？所以是0.046，这个就是答案。好，这里有一些习题，同学们来试一试看，试一试做。我们来看第一题，0.202，我们要把它写成分数的话，应是3个位数，所以分母有3个0，是，所以是1000202202，这个就是答案。8.015的分数是八是整数，所以我们在分数旁边写一个八。3个0，所以是1000015，所以我们只是拿15写下去，所以这个就是答案。接下去，2又1000分之5，我们要把它写成小数的话，整数是在零小数点前面的，所以是2.5，只有1个，所以在小数点和该数目之间加2个0，然后我们才写五，所以是2.005，这个是小数点。接下去没有整数，所以我们先写0.3个位数，所以就直接写237，所以答案是0.237。同学们学会了吗？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小数的值。姓名有的是慧玲、美美和丽文，他们的得分分别是9.857分、9.89分、9.863分。慧玲和美美谁的分数比较高？慧玲和美美，所以我们分别老师已经把它写出来了。
这个是整数十，各位小数点后面开始算起，我们第一个数目我们读作十分位，接下去百分位到千分位，所以9.875和9.89，我们来看各位两个数目是相等的，十分位八和八也是相等的，那百分位七和九，七比较小，所以是九比较大，所以9.89比9.875大，所以是美美的分数比较高。接下去小数的加法，我们来看一下，1.5L 加1.5L 加0.325L，答案等于。各位小数点必须对齐，1.5加0.325，所以25的上面5的后面是没有号码的，所以我们对齐小数后必须补上两个零以方便演算，所以加上两个零，0加5等于5，0加2等于2，5加3等于8，所以1加0等于1，答案等于 1.825L。 接下去小数的减法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整数5减掉 0.734， 所以答案等于个位、十分位、百分位和千分位，小数点必须对齐，5是整数，所以在个位下面写下5， 0.734 分别写在十分位、百分位以及千分位，所以自动补上零以方便演算。10-4，零不够，所以我们跟旁边的借位，所以是4.99。10-4等于6，9-3等于6，9-7等于2，4-0等于4，所以答案等于4.266。接下去我们来看小数的乘法。7乘 0.4， 把小数写在上面以方便演算，所以我们的 0.4 就先写上面再乘以7。 4728 070 加 2， 所以是 2.8， 一个位数一个位数。怎么说呢？小数点后面有一个号码，所以我们在一个号码的前面加上小数点，所以答案是 2.8。 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二题，4乘 1.35， 小数写上面，所以我们来看 1.35 乘 4， 5是20， 3是12， 12加2等于14，144加1等于5，所以小数点要看齐，因为后面小数点后面有两位数，所以我们在两位数的前面也写上小数点，所以是两个都有两位小数。 OK， 我们得到的答案是 5.40， 得到的答案中最后一个数目为零时可以去掉，而且并不会影响它的值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割掉这个零，我们可以答案只是写 5.4， 也不会影响它的数值。接下去3乘以 1.025， 所以 1.025 写上面再乘3，得到的答案是 3.075， 所以三个位数我们在三个位数的前面写上小数点是必须对齐的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当小数乘以10、100或1000时，可把小数点向右移一位、二位或者三位。同学们有没有看到橙色的框框里有一些数字？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10乘以 2.47， 所以答案等于 24.7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乘以10、100或1000时可以向右移，10一个零，所以我们就移一个位，小数点就移来这里了，所以答案是 24.7。 那第二个，100乘以 3.575，100有两个零，所以我们移两个位，小数点移一个位，两个位，所以点在这里，答案等于 357.5。 接下去最后一个，1000乘以 0.003，
零点零零，一千有三个位，三个零，所以我们移三个位，一、二、三，移到后面，三的移到三的后面就变成了整数，整数，所以答案是三。同学们学会了吗？好，接下去小数的除法，一点七五 liter 除以五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一不能被五除，所以零五零划线，一减零等于一，再拉七下来，所以三五十五，再减七减五等于二。一减一等于零，所以是二。我们再拉第二个数目下来，所以是二十五。五乘五等于二十五，再减等于零，已经没有的再除了，所以这个就是答案。同学们，小数点必须对齐，是必须对齐的，所以答案等于零点三五 L liter。接下去四整数除以八，四除八。四是不能被八除，所以零八零，划线减四减零等于四。有余数的时候，当在小数的时候有余数，当我们在除小数的时候得到余数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在上面自行加零，所以再拉下来，五乘八等于四十，所以就没有余数了。这个就是零点五，就是它的答案。好，接下去最后一题，零点一二 kg kilogram， 零点一二 kilogram 除以八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零零八零划线，拉一下来，零八零一也不能被八除，所以我们用零零八零，所以。划线减一减零等于一，再拉二下来，所以是一八八。十二减八等于四，四也是余数，所以我们可以自行加零。在小数点的除法里面是没有余数的，所以我们自行加零。五乘八等于四十，所以这个就是答案，零点零一五 kg kilogram。好，接下去。小数除以十，一百或一千十，可把小数向左移一位、二位或三位。我们来看第一题，零点七除以十，十有一个零，所以我们向左移一个位，小数点向左移一个位，所以是零点零七，这个就是答案。接下去 1.4 除以100，100有两个零，所以我们向左移两个位，1 2，所以加上两个零，小数点在这里，得到的答案是 0.014。 接下去125整数除以1000，1000有三个零，所以小数点自然而然是在从后面开始向左移三个位，所以得到的答案是 0.125， 这就是小数除以十、一百或一千的方法。同学们学会了吗？四年级数学单元八小数到此结束，谢谢。